昨天有看到民众被架走，那今天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去发酵，是不是担心说这个舆论可能太强了？说好的以民为先，或是说好责任扛，想不到是民众被扛走。哦，凯阳哥今天看到的是这个民众他出来特地面对镜头跟大家鞠躬道歉，他说他要跟陈忠部长道歉，也期待因为他在过去为了疫情持续努力了这么久，希望可以在台北市继续努力。我觉得今天这件事情的发展第二天的时候啊，开始果不其然，我都觉得民进党这次好像似乎昨天那个场景似乎有点吓到，这个反应算是慢了吧。我第一时间我还记得是昨天差不多中午的时候，然后徐小新他就赖我了。徐小新真的是一个很闲的人，他一天到晚在网络上面收集梗图，就会赖给我们分享。然后分享给我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就回他一句关键的话，就是这个人的祖宗十八代应该被查清楚了吧。这个人祖宗十八代有没有挺过国民党，应该已经被查得很清楚了吧？徐小新说：“哎，还没有这样的资料。”我说：“没关系，民进党会帮你查。”对，我以为昨天晚上就应该有这样的消息，就没想到等到今天才发现四叉猫开始攻击。哇，这个挺陈时中，对不起，这挺蒋万安的，太慢了，哎，太慢了，这不是民进党应该有的水准，好不好？但是我觉得前面讲这当然是反讽啦，重点是不管他今天因为什么原因。他不管他支持谁，不管因为什么原因陈情，基本上他站在一个政治人物面前对他吼说你要不要照顾台北市民的福祉，或者是这句话换成另外任何一句话，除非人身攻击那种公然侮辱，对不对？然后或者是说对其他有什么人身就是攻击到这个动手动脚的，或是说什么吐口水这种不行的。除了这个以外，他在你面前喊出诉求，不管那是什么诉求，不管他祖宗十八代有没有加入过国民党，不管他自己支持谁，请问一下犯了哪条法？现在是怎么样？台湾下面警察国家了吗？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牵扯到非常多的层面。从法律面来说，其实我觉得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应该调查一下万华警分局。今天这两位原警的这个身份已经曝光了嘛，甚至这个层级还不低。他们穿着便衣，他们没有说警察职权刑事法里面的完整的这样子的一个制服，那也可以。那你有没有出示警员证呢？你有没有出示警员证？在强制把人家拉走的时候，你有没有出示呢？你有没有明确的告诉这些民众说他的违法事由，所以你必须把他拉走呢？你什么都没有，你可能已经违法了，你可能已经违法了。然后你对于这个危害的定义已经扩大解释了，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台北市警察局，特别是现在黄珊珊这个参选人，他现在是台北市政府的副市长，我甚至觉得说你应该要主动出来这件事情好好的讲一讲，请问一下，这是未来四个月，乃至于未来就是更长一段时间，台湾人民面对候选人都要以这样子的维安规格来处理这样的问题吗？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很严重。第一个，第二个是政治上面的，在这昨天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庄瑞雄还有吴思瑶总干事跟发言人分别都出来讲了。然后呢，庄瑞雄讲的是什么？说什么？哎呀，这个，哎呦，那个是因为啊，现场记者在采访啊，这民众在叫嚣啊，在叫嚣，所以怎么样啊？所以有点担心说什么会影响到记者采访。我说真的，我们当记者这么久，现场有人在叫嚣的场面也不是没看过。我从来不会叫警察说：“哎，把他给我赶走。”没有这回事，对，没有这回事，从来没有这回事，这完全瞎掰，这完全是瞎掰的。记者如果遇到陈抗，很好，我们镜头转过去就拍他了。搞不好陈时中讲话还很无聊嘞，多亏了有这样子的场景，才让这个新闻变得有意义啊。所以不要拿记者来当挡箭牌，这件事情很烂，特别是庄瑞雄。委员，我们过去也是好朋友。你当发言人，你明明就知道记者不会做这种事情，你不要拿记者当挡箭牌。那另外呢，吴思瑶的说法也是蛮有意思的，他讲说哦，现场有鼓噪，然后所以为了安全的关系呢，所以把这个民众带走。我觉得这件事情说法，我觉得这个说法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自表哎。现场有鼓噪的意思是说，现场被动员去喊陈时中动算，陈时中嘎一位。的支持者觉得这个男的来闹场，所以他们很生气，然后鼓噪要去揍他什么什么，为了安全所以把他带走。等一下，如果你的支持者要打人，你应该去叫你的支持者不要这样子啊。甚至警察也是一样啊，如果警察要打这个男的，那你应该抓打人的啊。你怎么会抓说他没有干什么事，他只是喊出他的诉求，他只是陈情的这个被拉走了，然后现场鼓噪要打人的，那你不就是？今天啊，昨天凌晨，然后呢，这个苗栗有这个黑衣人的这个事件，那你就是跟那你现在跟当时洪森汉指控的什么不一样？说哎呦，不保护民众，保护黑衣人啊，这逻辑不是一模一样吗？所以我就觉得这是蛮扯的。那当然，从政治上的角度来说，回到我们最先讲的，不是这个男，不用去很精准的讲说，哎呀，他到底支持谁，什么什么，这些都不重要，重点就是他就是一个民众，他在那边喊出他的诉求。我既没有攻击别人，我既没有跟别人有身体接触，我就喊出我的诉求。如果一个参选人连民众对当着面
对他喊出诉求，对他喊出甚至不同意见都不能接受的话，他现在跟你说他会尊重民意，他会什么以民为先，以民为本，他会上任之后会倾听民意，会谦卑谦卑再谦卑，你还会中计吗？你还会被骗吗？我觉得最重要是这个，所以今天才要做这么大动作的危机处理啊。嗯，啊，林志坚是有治理过桃园市吗？不然他要拿什么城市治理的经验？你说新竹市跟桃园市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城市的样态啊。新竹市是一个相对来说，它这个高科技，然后高知识分子，然后相对是一个城市型的一个都市。那桃园市其实有非常城乡落差还蛮大的，然后呢还有很广大的像是农业区的这样子的一个面积，然后呢还有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族群变得更复杂。那所以林志坚是有治理过桃园市嘛？不然他有什么好说嘴说城市治理的经验？基本上管理学不是有一个这个彼得定律吗？就是你今天当在这个职位上表现很好，但你会迟早被升到一个你不适任的位置。所以说林志坚常常说啊，我新竹怎样，一直把这个治理经验拿来，但是不代表你可以升任桃园市长啊。这第一个在逻辑上面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再来呢？其实我觉得林志坚其实在任文这局已经死了啦，他现在已经是把自己的生死交在别人手上，比如台大或者在中华大学。那中华大学看起来这个董事长对不对？自己人，然后要告了这个柯文哲，告朱立文，怎么不告我嘞？难道我们不是个咖吗？我们一天到晚在骂啊，对啊，所以就是很希望被赶快在中华大学能够看到我们，赶快来告我们。那不管中华大学加上台大。林志坚现在的成败几乎在系于别人之手。如果台大或中华，然后呢判定他的论文确实有抄袭的话，那基本上我觉得他就好不好，就是很困难了。那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分几个层次讲。我之前在这个节目我也讲过，我觉得中华跟台大最有可能处理方式都是写了一个云里雾里的一个说法，然后可能说其中这个什么精神啊、意志啊，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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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最政治上面安全的做法。但是我觉得这是完全错误的。希望中华大学跟台大的论文审查委员们不要屈服于政治上面的压力，不要觉得说什么政治学术也不要介入政治，不是啊。也许你们做出的判定会直接影响到今年选举的结果。但是这不叫学术影响政治，这叫做是非啊！这不是影响政治的问题，这是学术还有没有价值，跟学术还有没有伦理的问题。所以希望你们能坚持得住。来，肯阳哥，你帮我们讲一下这个台湾民意基金会它上面的问题设置，还有它问的人是全台湾，是不是影响到民调结果了？对，就是这一题啊，现在被这几天被绿营都拿出来讲说，你看根本没有影响嘛，你们这边打什么打，你们可以这个蓝白粉对不对？4%在那边乱，对不对？怎样？但其实不是这样，那个民调我觉得它真的出现很大的问题，就在于说他问的问题是，你觉得林志坚论文抄袭事件对于桃园市选情有没有影响？各位听懂这什么意思吗？就你认为对选情有没有影响？那我但是不是问你个人投票意愿啊？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呢，今天他是问对选情有没有影响，但中间存在着非常多的变数。什么意思呢？当然有可能很多民众会认为说，不行，我就是要投林志坚，我对选情一点影响都没有，我就是要投林志坚。这种人有，但是也有很多人像我，如果你今天问到我这题，我也会觉得说，可能对选情未必有很大的影响。为什么？因为选举还有四个月，还会发生很多的不同的状况，搞不好对不对？张善政论文这也是抄的，或者说我举例啊，就会发生很多的好的坏的事情，会导致选情变化。所以他问的是选情变化，不是问说你个人的投票意愿，或是你个人认为做一个候选人的论文抄袭，你还会不会投给他？所以大家知道吗？这不是同一件事情，对，不是同一件事情。但是你有可能，你把这个拿出来直接讲说，对，不严重啦，大家都觉得没什么，就错了，这个是隐身解释，这个并不是这个民调本身题目可以拿出来解释的东西，因为中间存在着变数。那所以大家就知道了，你就知道为什么绿营要这样操作这件事情。第一个，我觉得尤老师做这个民调，那他有他的动机，那我们不讨论。但是你看到绿营这么大力的要把这个民调拿出来解释，拿出来这样解释，你就知道这是他的软肋嘛。开箱用字越来越厉害，精准啊，精准，真的厉害，这就是他的软肋，他怕你再谈了。在这个民调出来之前，他已经用两次不同的说法，一个是郑文灿在早先被问到说论文事件的时候，他说：“没有啊，还很稳定领先啊，赢10%。”对，后来11%。对，后来又说11%，然后来又说没有，还是就是后来也不讲数字，还是说他稳定领先什么之类的。他为什么要一直讲民调没有掉？民调没有掉，民调没有掉，因为你在是非对错上面没有办法跟人家争论，你就只好讲说大家都觉得没什么嘛。对，大家都觉得没什么，那没有什么的证据是什么？就是你那个所谓的民调。
然后呢，现在又刚好有老师做这份民调，刚好可以用来帮他们转成这个这样子的方向，就有带风向的感觉啦。所以我就觉得，好吗 ？OK， 大家其实都是存乎一心的啦。你就只要问自己就好，你不用管这些民调数字，你也不用管谁怎么样，你就只质问一下，你今天也许当老板的人，一个人履历是假的，论文是抄的，你会不会用他嘛？他今天会抄论文，明天就会拿在别的事情上面骗你，这是一个人最基本品格的问题嘛？根本不用管人家带风向不带风向的。对。常这晚上啦睡不着觉啦，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啦，就会很需要这一瓶哦茶氨酸来调节情绪，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现在下定的话，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 CTI717， 若愚帮你来打折。